王国林园主要是提供异国零食订阅的服务，就是每个月你都会收到一箱来自世界各地的零食。那除了异国零食订阅之外，其实我们也有提供企业的零食的方案，也说企业它可能一个月可能有多少的零食预算，我们就会可以帮他们做搭配这样子。请你用一种零食形容创业。太难了吧？一种零食形容创业怎么办？一种零食。柠檬塔。为什么？就酸酸甜甜的，但到最后会觉得很爽。精彩内容请锁定 E Plus 中华创业家跨界交流协会粉丝专页。